秀的舞团，来自跳跳堂精彩的演出之后呢，紧接着这个阶段特别要来有请呢，来我们的台中航空，台中大雅航空来，因为今天呢风雨又比较大一点啊，飞机不能飞，大雅航空休息一天哈，所以呢特别呢来到我们的现场，为大家呢带来我们这个阶段空姐的表演，来带来了来自我们天使舞团要为大家呢带来这个阶段非常特别的演出喽，也欢迎大家目光移到我们的舞台上来，谢谢。来做我们参拜的动作，也非常欢迎来自了我们的台南无面鸟优质的旅行团队，来我们舞台上持续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精彩的演出，欢迎了我们的 Angel Girl， 哇哦！
十五团为大家呢带来我们这个阶段非常特别的舞蹈呈现，也感谢呢线上所有朋友们大家的收看哦。好的，来，我们感谢我们非常优秀的辣妹团队。好的，来，这个阶段。